建年66岁的天主教米利亚修女，是生在匈牙利，长在美国，而住在中国。作为热爱中国的李修女，当记者在彰化市访问她的时候，她正在整理一些国内朋友索取孝敬的最后的一批文件。她最感谢蒋夫人送给她的夫人兰特，使她带着经过十年心血所完成的中英文对照的孝经，到欧洲和美国去弘扬中华文化，更充满了信心和希望。李丽阳修女并说明了她翻译孝经的动机是。This way, they don't have an Fijian, just have a Fijian sound to them. And then, when they are using the diary, you know, September,